好，我是丹妮表姐。我平常的影片呢也没有在鞠躬呢，为什么今天特地要鞠躬呢？还不就是我现在就这边就是自信爆棚，我觉得我这边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下半年呢是什么？是购物的旺季，这时候呢我们女生的内衣一定要囤起来。那我们女生呢有生活啊、工作还有约会这三个面向，那我今天要带你们过来这三个面向挑到对的内衣，然后让你就是很想要跟大家鞠躬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带你们去逛咯。那首先第一套呢是丹芬的瑰丽水感动系列。那为什么叫水感动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水波衬垫，比传统的呢轻50%，而且呢效果呢非常非常非常的自然，是让你自然集中脱高。那这个是适合什么时候穿呢？我觉得是你需要自信的场合你就可以穿它。那约会是当然一定要的嘛，因为它最适合呢就是配合我们 DV 的衣服，就是要让你不停的就是鞠躬这样子的概念，所以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。那再来下一件呢，我也非常非常喜欢，是这个丹芬的起立水感动的系列。那这个呢是哪边厉害呢？它就是没有钢圈，所以它穿起来是完全就是没有束缚的感觉。那它里面的这个水波衬垫呢是极轻量的水波衬垫。再来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呢，是它这边你看有很多的孔洞，它非常非常的透气，所以你这边空气呢是可以流通的，所以夏天呢或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你都能穿得住它。那接下来这个系列呢，我个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是它的智能贴合系列。它厉害的地方呢，是它这个独家的 4D 立体弹力罩杯，你要穿这个去后空翻，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问题。那一共呢就分三个尺寸，非常有效提供各种不同身形的女生啊，就提脱塑形的效果。这一款最厉害的地方还有这边，它后面呢可以交叉，你就可以穿挖背背心，觉得天哪，也太贴心了吧。那你平常在家里面，如果你就是没有穿的话，那如果欧巴突然就是来按门铃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赶快套上它，舒服的迎接你心仪的对象。表姐也只能在家穿吗 ？No， 我跟你讲，穿这个一整天，你的工作效率就觉得哦，天哪，很轻松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上班的时候呢，也是可以穿的。那最后呢，是丹芬的这个奢华系列，另外好看一下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首先给你们看一下呢，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是一体成型的，它真的没有任何就是缝的地方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那再看到它旁边这个呢，叫做高斜边，完整的就把你背上多余的肉啊，跟你的副乳这样全部就收进来。但是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因为很多就是要收副乳的内衣啊，脱下来不好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要 do something 的时候，你脱下来，我觉得它完全就是可以上战场。它上面的小金扣啊，你全部都是做玫瑰金。我跟你讲，一个女生的生活品味呢，都是从这种小地方堆起来。就算呢它是高斜边，但是你一脱掉的时候呢，它也是一款就是非常非常性感跟优秀的战袍。那以上这四款丹芬的内衣呢，我都是真的很希望能帮助你们，就是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需求呢，让你们的美丽跟自信呢，就是开外挂。那最后呢，谢谢大家，你知道收看影片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